来，怎么样？对啊，刘璇，你要讲什么？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听说过，我觉得还蛮准。因为我常常就观察人家他的鼻子啊，如果是鼻子很尖很挺，尤其是鼻尖特别特别尖又特别挺的地方，通常都是那个人个性非常的倔强。哦，很准尖哦，对，没有那个他们都说鼻子尖非常好看，可是其实又尖又挺这种鼻子啊，像可能对对对，就是我其实有一点点侧面有一点成功，其实不准，是真的。我很倔强啊，那个你很倔强，个性上还蛮倔强的。是哦，要遇到会驯服你的人就 OK。对啊，对了，还蛮倔强。哎，阿莲你要讲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补充一下，那个面相学叫做阿莲，你也是鼻子也算尖的，尖，你也是算讲不听的那种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外天啊，对，这样就有准，有准有准。对，我介绍一下，那个面相学那个叫希腊鼻，就是说希腊人鼻子。我又有希腊小，又有希腊鼻。应该是希腊人，希腊人，你搞错了，希腊人，从希腊来的，没有，他真的叫希腊，这叫希腊鼻哦，对，那个鼻型叫希腊鼻，啊，希腊鼻人会怎样？就是一样，他完全那种个性啊，就是比较硬，他事业心比较好啊。我补充一下，就是听说哈。双手伸直是一个人的身高哦，这应该大家听过吧？看一下哦，双手伸直是一个人。哦，对了，就是双手伸直是一个人的身高。嗯，就是海吗？长得矮成这样，矮成这样。你这个好像还好，这个不够讲一个厉害的。好，那我讲厉害的。好，我讲一个厉害的，就是我之前啊，在网络上，因为我都会喜欢看一些美人图，一些正妹。嘿，啊，有一次啊，我看的有某些女生的有些坐姿，会看一下，会让人家动不掉。啊，我今天有带来图片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哦，看你们是不是你们动不动得了这样？动不动？哎哎，这是看不出来长什么样子。女生的坐姿，可以啊，这很简单。重点，你看到，我补充说明一下哈，就是。像这个坐姿啊，后来我发现我很好奇，就想说我也来试看看。是。结果我发现说，哎，男生没有办法这样做，哎。那我也找了一些朋友来试。哇。那发现说，男生朋友都没办法。哎，这谁？那女生才可以做这个。女生才能这样做。所以我最后 Google 才查到说，好像说95%的男生没有办法这样做，只有女生才能做。怎么可能？金阳觉得你可以做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们来 juicy 你一下。juicy juicy。学跳舞的，你这脸柔软的，学跳舞 OK 啦，可以啦，你 OK 的啦，试试看，你是演员，因为 Juicy 才前一阵才演的台湾舞娘嘛，其实不要看他好像比较魁梧，但是其实他柔软度很足，把钢管跳断，就是裤子，他裤子太松，哎，可以。脚板要开，脚板要往外翻，这样子，真的啦，就是你坐坐下去，真的啦，我们三个帮这个要压，好，恭喜，通常这一段肉是最好吃的，真的，是因为男生的柔软度比较差，还是柔软度少？一起，而且他很开耶，我也可以啦，你脚可以，哎呦，没有他脚合起来，脚会合起来，脚合起来更厉害，你看他也合啊，那也可以耶，金阳，好强哦，金阳，那金阳是来，金阳说可以，Patrick给试试看好不好？金阳，金阳蹲下去就帅了，可以啊，哎，脚没办法合起来啊，脚可不可以合起来？啊，有一点困难，这个有点痛 ，Patrick， 哎呦 ，Patrick 你在干嘛？哎，要往前跳对，这个合起来吗？太惨了，怎么样？把它弄紧，好的好的，你叫金阳啊。好，男生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哎，就是压他，就是女生的动作，所以只有金阳，这是之前也常常在家里面自己练习，对，可不算。我拉筋，我想要把对啊练舞的，对啊，我要跳舞的，真的。我一开始也是练舞的不算，然后就是硬拉，一直做下去，现在可以。对啊，哦，所以他是经过练习，哦，这个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。那我回家练习。废话。好了，谢谢两位。哎呦，好像这个是真的男生比较能达到哦。
好，对不对？这蛮不错。好，接下来，接下来，我们来一点这个实用篇。来，金阳要为我们介绍一些。金阳上次那惨，听起来。等我今天带来一个更进阶版的。好，大家都知道大蒜。嗯，大蒜呢，剥很麻烦嘛，是，所以也有快速剥大蒜的方法。好，初恋，欢迎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请金阳同学帮我们示范快速剥蒜头的方法。但是呢，我们请来雅莎先示范说，一般人徒手剥要花多少时间？我觉得我已经很快，因为我这个是冠强北教我的。哦，冠强北，打圆墙的时候，对，剥几颗？快速的是，我一开始正常是他说这样子，这个形状拿这样。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剥开之后，然后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剥开了。剥开，好，看多少秒数。来，我这边有十秒针，好，来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一秒，剥干净，两秒，剥干净，三秒，压力来了，压力来了，五秒，六秒，六秒，六秒是好，已经破了金阳的记录，金阳，金阳，介绍第一个，金阳，金阳，金阳，没有。速就比较快，可是不用介绍了。好，来，没有啦，我现在就讲一下，因为这个大蒜呢，不是是去哪里啊？很好啊，你要到微波炉前面，你在慌吗？大蒜，这个大蒜，嗯，怎么样？好，你说，不会慌，不会慌。你知道将这个微波炉打开，哎呦，对，打开对不对？打开，他现在是，他现在很慌张。打开，放进去，哎呦，关起来，哎，然后这样拍一下，再打开。他还是还没剥好，所以要加热一下。因为我们时间很多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加热，加热多少？加热加热多少？多久？来，等它加热。多久啊？多久？大概几秒？等它热了，不用。来，现在差不多了。你都没有，不用记一秒，是不是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就随意。这是一个感觉啊。所以大家把大蒜加热就对了。对，加热多少？打开，拿出来。现在应该热了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哎呦，他还是没剥好，但是要干嘛？但是他就会变得很蓬，就会变得比较好剥。哎呦，好烫！对对对，这样对，好，来你剥剥看，来，来，马上，马上，瞬间，瞬间掉出来，哎呦，怎么样？